而家疫情啊嘛，咁而家全世界都喺香港噶啦，咁我咪成日都喺香港咯。咁有咩做得噶？张学友世界巡回演唱会告一段落，因为疫情待在香港，歌手李心尼邀请歌神合唱歌曲《日出时让街灯安睡》，鼓励大家走出低潮。让美蝴蝶季节性最高，着了像和一双双配偶，松手不占有，方可拥有。歌词表达出，不论人生在逆境或顺境，都要处之泰然。因为张学友也说，这首歌仿佛他过往的写照，曾经事业不如意，还一度想放弃。但系好多时，譬如我自己咁啊，其实我都有试过，即系啊，都系唔好掂咁样，系咪放弃咧？咁但系即系好多人选择唔同嘅，有啲人真系可以放弃嘅，但系必须有呢、這个。放棄的念頭去檢視翻你自己，先至會去選擇唔放棄嘅。其實，一個人牽掛是牽掛，再放下是放下，心態隨心意，有心留有影留也。张学友尝试全新音乐风格，想表达过去常年都不在家，很少时间休息。如今透过这段期间，不断检视自己，才能找到坚持意义。TVB 的新闻，萧明正、李玉涵特别报道。请订阅、按赞、分享 TVBS News 频道，并开启小铃铛。也请用手机下载 TVB 的新闻 App，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。